对李氏特别非常很有才华的一个人，我专门研究这个李氏，用了写剧本了、啊、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个人写剧本，去他家里还有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他家里搞创作，所以好好的了解这个人来龙去脉，身边的什么回事。因为这个人啊，前面是追求创新啊，上面呢是一个武士气概，底下呢是一个服务的精神啊，表面呢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形象，核心呢是用心的专注他的那个追求，内在呢是一个很实干很帮助人的一个人。所以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彻底了解这个人，否则怎么写剧本呢、啊、怎么拍片呢、啊、是吧。好，这一群人就是他啊，在教他的学生啊练舞啊舞蹈啊等等的一些镜头。哎，我们拍人物传记除了拍他们的那些追求啊那些事业啊，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情怀。所以呢这个镜头他们两夫妻那种恩爱千万不要错过，是吧。所以我们拍片的时候这个眼睛啊，这眼睛呢不要停在一点，到处去瞄的那个眼睛，耳朵到处去听的。这是当时我帮他拍的时候的一些留照，但是我们用有轨道啊、反光板啊，一看地下的全部都是当时的一些那些设备啊、工具啊等等啊，那么用轨道的啊，这个要拍到一个更厉害的，就是在那个岩石那里，要大海那里，我们需要有一些动感，所以呢，我当时我们要轨道。那么这个轨道就是用这个梯啊，就是做了啊五米长的一个轨道，那么达到更好的镜头的移动的效果。这一张我就因为他们两夫妻很恩爱，所以我就拉他去他们这个非常很有意义的那个背景歌剧院，拍下了他们手拉手手托手的一个镜头，你看到是吗？嗯，好，下一个。啊，他那个男士啊，他的先生把那个衣服啊，那个搭到他的肩膀，那么还有一个亲吻的一个镜头，这个私密的给你拍下来，对对对对对。拍完他母亲之后，哎，他的女儿也很有才华，所以呢，他女儿是唱歌跳舞的，同时就把他的女儿的跳舞那个才华拍下来。因为人物传记，你不能够等到他80岁、50岁、60岁才拍。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从他的小的时候开始拍，是吗？每个阶段就对了，对，好。这是我女儿叫做 Anna。 哦，她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女儿很喜欢唱歌，一下课就抓到去歌剧院那里干嘛呢，要她唱歌，就把我女儿唱歌拍下来，那个歌叫做 I Still Call Australia Home， 这个很有名的澳洲歌，所以当时拍下她的那个情节，所以歌剧院和悉尼大桥作为一个背景非常珍贵，已经有十多年的那个事情了，到现在啊。今天看了这张照片的话，他会有什么样感慨？这个父亲还不错。他真实的这个成长过程，对对对对，是我们摄影的这个所谓的真实性和记录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需要一种镜头。这是我女儿现在长大了，这是大概5年前所拍的一个镜头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表达的全部都是关于个人的才华啊、艺术啊、才艺啊，那么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啊。
没他。